近年来，随着吉林省对外开发开放，引才引智工作的不断发展，吸引更多的优秀外籍人才参与并贡献吉林的经济建设。为了要让有志于来吉林发展的外国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留得动，2017年2月27日，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吉林省外国专家局的重视下，吉林省外国人文化服务基地正式成立。基地的成立，开创了全国外专系统对外国人传承中国文化服务的先河，为在吉林省工作、学习、生活的外国友人搭建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不仅让外国友人更好地了解吉林、融入吉林、热爱吉林、宣传吉林，更是让吉林的关东文化绽放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吉林的发展离不开外国友人的参与和支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有利于吉林积极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文明成果，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推动不同国家文明互相尊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开放的中国，精彩的吉林，正以创新驱动、人才引领、开放合作，激发全社会广泛共识。国际文化交流也被赋予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这种国际化机遇之下，勇敢肩负起传承关东文化、讲好吉林故事，成为光荣的历史使命。吉林省每年有流动的外籍人员10万人次以上，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吉林，在农业、制造业、教育、医疗等行业为吉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不仅对吉林的关东文化、风土人情、美食美景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吉林这片关东大地上收获了更加精彩的人生。哎，面包是新烤的吧？都是新烤的。好，三个了。对，对吧？好，好嘞。这一共是30块。再见。嗯，慢走啊。这个说着地道东北方言的德国人叫来福，今年57岁，在长春采枝街活跃的外国面孔中，来福的名字可以说并不让人陌生。他是个工程师，也是迪巴斯克餐厅的老板，更是一名热爱中国旅行的发烧友。1995年8月26日，来福来到长春，几年之后，他在这里认识了尹女士，并组成了新的家庭。2009年1月5日，他和尹女士在采枝街开了第一家面包店，由此开始了工程师到外国餐厅老板身份的跨越。来福说，最开始两人开餐厅迪巴斯克完全是为了玩儿，但开着开着，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顾客中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在吉林的其他外国朋友。I think my really favorite era in Jilin province is going to the border of North Korea, like 通化、吉安、
this area, and then going up to Yanzi. But I think more is really the scenery, because if you're leaving Changchun and you're going direction to Jilin, or you're going more south, Baishan, Tonghua, Jian, and then up to Yanzi, you have a lot of reservoirs, water, you have a lot of rivers, you have a lot of forest, and you have a lot of mountain. And I know in China, it's important to have a river and mountain. So I think this area is really a very beautiful area. And in some areas, really, I feel it's even untouched. I have been recently traveling by car on very small roads. So when we drove there, it was really very, very beautiful. We had a lot of stops to make photos just to enjoy nature. You can hear the birds, you see wild animals still. So this is really a very nice area. 进入夏季的长春，采芝街成了美食一条街，霓虹闪烁的街道和店面让略感疲惫的人们能在这里体会到轻松和美好的享受。隔三差五，不少来福的朋友都会来到迪巴斯克，打牌的同时喝上一杯德国啤酒，交流他们在吉林生活的感受和感知。平日里相约去打保龄球，成了这些外国人在吉林的必修课。有人说，来福和尹女士的餐厅更像是外国驻吉林使馆。许多刚来吉林的外国人遇到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都会慕名而来。有人换工作前会找来福，两口子闹离婚也都会来找来福。来福的朋友受伤回国治疗，又是妻子尹女士帮忙送上飞机。刚才 Klaus 问我，那个用那个，因为他听人说用那个微信可以打车嘛，然后我就教他用那个微信如何打车。来福和妻子喜欢旅行，为此他们还组建了一个摩托车车队。1999年，他们从长春骑行至满洲里，历时3周，全程2800多公里。还去过戈壁、银川。2012年，他们又同两位好友骑着3辆摩托车至喀什。来福去过很多中国景点，为此他还写了一本德语版的旅游攻略书，以自己的视角讲述来福在旅途中看到的中国美景和风土人情。书在德国的销量也不错。来福的家也在采芝街上，离餐厅很近，家里摆放着中国友谊奖的证书。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来福依然显得很兴奋。之所以能够获得这项荣誉，来福说，一个是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自身的工作领域做出了贡献。这是中国政府有一奖，这是他们给我2014年，还有这个是奖牌。我 how to say I'm very proud to receive this. When we went to Beijing, we got this. We met 李克强。Premier League, Li Keqiang, and he gave us the award. After this one, we went to the Great Hall of People in Beijing and had dinner together with almost a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think for me, if I speak for myself, I was very proud, very honored. It wa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really receive this. 与来福爱好饮食和旅游不同，英国人马丁投身教育，是吉林小有名气的洋教育家。他在2006年来到长春，除了是个音乐发烧友，他还是个吉他高手。马丁教育培训学校是他在2008年创办的。
他独创的少儿英语教学系统将音乐融入教学，创作了上百首中英文歌曲，让枯燥乏味的英语课程变得有声有色，深受学生的喜爱。十多年的时间里，马丁培养了许多学生，他们中有很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获得了世界英语比赛冠军，还有的被英国著名女校海伦娜公主学院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而每一位学生都把马丁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In the world of Jilin,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can reach for that star. You can go real far. In the world of Jilin, we have people who do care, who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follow your dream. Every family needs a home, a house that they can call their own.在中国的东北，在吉林，有一座城市叫做长春。它是汽车之城，它是友谊之城，它是魅力之都。这座城市里充满欢歌笑语。这是马丁的原创歌曲《长春之歌》中的歌词。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第二故乡的喜爱。当然，这份热爱不仅源自妻子孙静文是长春人，还有生活于此长达十多年的情感积累。此前录制完成的《吉林的世界》，第一首中文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为在长春召开的全国教师培训所写的《我爱老师》。十余年间，马丁创作了很多原创歌曲，并在自己的课堂上与学生们分享演唱。2008年，马丁与中国妻子孙静文结婚。生活中，他们相互尊重，用信任、包容共同经营着爱情。儿子托马斯的出生更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幸福和爱的收获。爱情无国界，真诚永相守。马丁和孙静文的爱情故事还在继续，这样的跨国婚恋也再次证明，情感不仅可以跨越文化与种族的藩篱，更可以成为吉林与世界沟通的深情纽带。这是十年前我和 Martin 我们初次约会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他也为我写下了生命中第一首英文歌曲，名字就叫做孙静文。这首歌曲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也是因为这首歌曲，那么让我决定我想要嫁给这个英国绅士，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他的爱心，还有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喜爱，那么这些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地方呢，朝阳公园呢，也是他第一次在这里为我弹奏这首歌曲的地方。那十年之后呢，孙辉泽托马斯也是我们的儿子，他现在已经7岁了，开学就是小学2年级的学生了。这里呢，见证了我们的相识、相知、相遇。那么现在呢，还有托马斯，我们爱情的结晶，他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感谢 Martin， 感谢托马斯，你们在我的生命中让我觉得每一天都非常幸福充实，谢谢你们。工作狂是马丁对自己的评语，但在工作之余，他还热衷于公益事业，带头发起在香格里拉举办圣诞慈善义卖活动，所有的收入都捐献给贫困学生。他常说，能够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2017年，马丁加入了吉林省红十字会志愿者，他将用异国的爱奉献给吉林，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这天下午，马丁和其他两位外国友人米可、丹尼一同来到长春市玉龙特殊儿童语言康复培训学校，为患有语言障碍的儿童表演歌曲，为他们带去欢乐，送去外国友人对特殊儿童最真挚的爱。I've worked with these type of children all over the world, in Africa, India, Scotland, England. So I know this type of school very well. I'm very educated and trained how to deal with these children. And what they love doing is they love music, yeah? So I'm very happy to write songs for them and do lots of other activities anytime they need me. Well, I never think of it as a charity. It's up to each person to give what they've got.To work with these children makes me a better person. So it's no problem for me to work with them. My teaching philosophy is very simple. I studied the Chinese students. I studied the way they learn in their own schools. I'm very proud of the teachers I had at Dongbei Shidafu Shao. They taught me a lot of how to teach Chinese students. And I use that now to teach them in my own way. I don't follow the usual route.But my route really does work. So, thanks to the Chinese teachers who taught me. 我爱吉林。在马丁全身心投入到吉林的公益事业时，同在长春的另一位外国人又在手术台上目不转睛地为心脏病人做着手术。他就是意大利籍医生莱马。莱马所在的医院是吉林心脏病医院，这是一所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医院，三级甲等专科医院。近三年来，近50,000名农村贫困家庭的心脏病患者受益于名为吉青吉心工程的免费心脏病救助项目，在这里接受了手术并康复出院。莱马医生的全名叫莱马·马西莫，一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心脏外科专家。2016年3月，应吉青吉心公益工程邀请来到长春，几百位来自吉林省内各地的贫困心脏病患者在莱马手中重获健康。莱马的作息时间很准时，早上7:45到医院，8:00开早会查房，温习当天手术背书，9:30准时进入手术时段，一直到两台手术结束，病理分析，准备第二天手术资料，每天在医院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每当手术过后，他还会主动去患者的病房，详细地了解他们的恢复情况。莱马不允许手术室的温度有一点误差，不允许他的助手比他更晚进入手术室。他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对每位病人的情况都要了如指掌。因为他的严格，也很少与人交流，医院里的多数人都对他有些畏惧，包括他的助手们。I have to say that medicine was really my first passion. When I grew older after the high schoolI immediately decided to be a doctor, and especially to be a surgeon, and a cardiac surgeon in particular. 莱马在20岁之前是一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但成为一名医生也是他的理想。他认为他更应该做一名医生，这远比他成为一名游泳运动员更有价值。在医院的顶楼，莱马有着属于自己的运动空间，电脑里播放着意大利歌曲，他的步伐充满了力量。
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莱玛还是位业余铁人三项运动员。2012年，他曾在哥本哈根参加国际铁人三项赛。在莱玛的电脑里还存有一份制作特别精致的训练计划，这是专门为十月份在意大利举行的铁人三项赛专门制作的。By chance, I have to say. I have to say by chance because one of my colleagues came here in 2014, and he first saw this hospital. He described me the place, the management. So I was really, let's say, interested in this facility. I decided to come in late 2015. And at that time, I met Mr. Harry Wang,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is hospital. And after 15 days, I decided to join this, this place, this hospital, mainly because I do believe that the mission of the hospital is also my mission. It's something in which I have believed for many years of my life. That is to achieve excellent clinical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 but also to have part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staff, and third, to do some scientific research, clin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莱玛的眼神里和眉角间写满了一个男人的慈爱和岁月。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个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意大利男人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吉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近年来，吉林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了口岸公路和过境桥梁建设，实施了借港出海工程，开发了陆海联运航线，内畅外联、互联互通的运输通道基本形成。吉林省珲春市是一座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让珲春成为了东北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很多年轻人不分国界，纷纷选择在珲春创业。28岁的农村小伙王海和俄罗斯姑娘玛丽娜就是其中的一对儿。丈夫王海初中毕业后，曾到俄罗斯的一个技工学校读书，毕业后留在当地打工，学习和了解市场贸易。之后回国后又当了俄语导游。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来中国旅游的俄罗斯姑娘玛丽娜，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珲春离着俄罗斯比较近，然后贸易往来比较频繁，玛丽娜当时是我的一个在生意上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两个走动时间也长了，互相就比较吸引，比较喜欢，就这样。在儿子安东出生后，王海觉得应该给娘俩一个更加稳定的生活，他决定利用自己和妻子的语言优势做边贸生意。最早呢，我们企业是一个贸易型企业，但是这个近两年我们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方针下呢，我们得到了这个我们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呢，我们现在今年呢已经由这个贸易型企业转成生产加工型企业，未来呢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希望呢在未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用自己的产品，我们能走出我们的吉林省，依托我们珲春的优势，东北亚的几何中心，我们也能把自己的这个产品走向俄罗斯，走向朝鲜，乃至于全世界。近年来，像玛丽娜这样的珲春经商或者安家定居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
于是珲春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外国人交流服务中心。2015年，玛丽娜凭借自己多年在珲春的经历，通过了层层考试，成为了外服中心的一名外国籍雇员。上午，玛丽娜刚刚接完外国友人打来的咨询电话，另一位友人又如约而至。这个姑娘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求助玛丽娜了，她也是常年生活在珲春的俄罗斯人。这次由于不熟悉租房的选址和手续，她就又想到了玛丽娜。玛丽娜不光给出了实际建议，还一起陪她实地选址。我在外国人服务中心已经工作两年了，这两年很多俄罗斯人来我们中心找我，我们提供，给俄罗斯人提供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有的人他们要买房子，做生意，做买卖，他们来咨询，需要办什么手续，我们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2015年9月，吉图浑高铁珲春站开通，大量因商贸旅游的俄罗斯人乘车需求激增。懂得中俄两国语言的玛丽娜，自然就成为了这里的青年志愿者。她每天身着制服，在车站耐心和周到地协助旅客购票、取票、进站，同时也为俄罗斯游客提供语言服务和旅游咨询。我觉得我的妻子现在不光是融入到我的生活，也融入到我的家乡里，也深深地融入到这个中国文化当中。举个有没有什么例子说一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呢，他这个，方言呀，包括这个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呐，跟这个文化呀，都是偏向于俄罗斯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以后，我觉得他跟中国人现在都一样，特别有我们这个北方女人的这个特点啊。艺术无国界，文化有共识。一年多来，吉林省国际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吉林省外国人文化服务基地开展各类文化培训70余期，培训2000余人次，组织艺术家进校园4次，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外国友人先后走进外国人文化服务基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吉林省举办的外国专家招待会上，来自15个国家107位演职人员奉献了一台精品的文艺演出。中外演职人员们激动地说，能作为关东文化传承的引领者，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像麦克、亚娜、李爵、多吉这样的外国人，虽说来吉林的时间不长，但他们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生活，更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不知不觉，他们把基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为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演出，每周利用休息时间来基地学习排练。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声乐、表演、快板、书法、中国结等别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并体会到了吉林人的热情和友好。
我叫李爵，我来自于尼日利亚，西非。所以呢，我从小时候开始喜欢上中国，因为我在看中国电影。所以呢，长大后，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学校有孔子学院，所以我去报名。然后呢，我为什么来中国，就是为了学汉语，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因为我还没有出国，还没有来过中国，我不知道中国有这么意思。所以呢，到吉林，我觉得吉林人很热情，吉林人对我们很好，所以我以前有这么感觉，学完后毕业后，回国，回我们的国家开始工作，但是，我遇到吉林人，吉林老师，我的计划改变了，我现在有这个计划，毕业后可以留在中国，可以留在吉林，因为，我在非洲，在我们国家，我们没有冬天，而且到这里，我觉得虽然冬天的吉林冬天很冷，但是看起来很漂亮，所以我也喜欢那个季节。吉林有很多很多特点，很多吃的，很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吉林的生活让人癫，我爱上了吉林。李爵说，汉语的确很难学，但他却很有信心。在整场晚会上，他和来自越南、贝宁等国家的留学生共同表演了快板，得到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季节在吉林，第一部电影在吉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开放的中国，精彩的吉林，正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吉林省是“一带一路”面向世界开放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像来福、马丁、莱玛、玛丽娜一样的外国友人来到吉林学习和生活，共同感受着关东大地的物华天宝、钟灵毓秀，共同体会到一个山清水秀、产业兴旺、前景广阔、幸福美好的精彩吉林正展示在世人面前。吉林将展开双臂迎接世界友人。湖笑长白天池美，鹤舞向海碧云飞。三江源头观三国，北国春城尽朝晖。吉林省外国人文化服务基地，永远是你梦想起飞的地方。